就是特别来破纪录的，正确啊。那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，然后现在就是有没有觉得很紧张，或者是心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害怕或者是怎么样？就平常心啊，反正以我们比赛的时间还有一段，那相信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拿出更好的成绩给大家看。对，就保持平常心啊，因为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也都一直提醒自己，就是放轻松一点，保持不要失误就好。好，非常谢谢你们，然后谢谢你们，也祝你们破纪录。